今天是3月15号，我们来到了巴黎海岸。哇，这边好漂亮啊！等一下可以坐船，这渡船口在前面。嗯，彩虹步道，上次来过一次，不过上次的时候还身体很不舒服。哎，到海岸去看东西，前面就是渡船口。今天应该没有办法出船，看那个船边都是那个被搁浅，没有办法进到码头，没有办法进到码头。你看那边是渡船口，我们这有在那边拍照，好，你有印象吧？如今又就地重游，大概十几年了。对啊，十几年的光辉。好像在上电影课吧？电影课，应该是99年的时候，100年。